手游酷玩。植物大战僵尸二国际版，现代世界第35关。这一关很严峻呢，僵尸非常多。在花园培育出来一个金卡菜问，这一关咱们给它用上。阳光的话，咱们用这个原始啊，原始向日葵。原始向日葵的这个生产能量的这个时间是真快呀。现在僵尸没多少，等一会儿时空裂缝开启之后，僵尸大批的涌出啊，从各个世界涌出。这关难度就在于这个时空裂缝，它不是从最后面出来的，它这个从半道出来的，僵尸也行走的这个时间也比较短。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爆发型的这个植物。我去，现在3个时空裂缝。蔡问的这个技能可以攻击正好9宫格的这个伤害呀。现在还有一个时空裂缝。我去，其实后边这个僵尸其实倒不怎么厉害呀，主要的就是这个从时空裂缝里跑过来的这些僵尸。我去，我时空裂缝全开了，还是很严峻的。冰冻生菜，冰冻一下后边这个大僵尸。这里的木桶里边抱出来这个小尾僵尸，咱们给清掉。这样的话会保全这个小推车。好的，勉强算是抵御住了这个僵尸的进攻啊。